那你很棒啊，你一百分。然后接下来第三关就是我要跟妹妹一起来谢谢。好，那你很棒。说一次，来说，妈妈你煮的妹妹好吃哦，谢谢你。妹妹，妹妹，小声的说，说，妈妈你煮的妹妹好吃，谢谢你，我等一下。要跟姐姐一起去，谢谢。说一次，安说一次，说谢谢，谢谢什么？谢谢妈，安姐姐带你一起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妈妈煮的面好好吃哦，谢谢你。我等一下，因为妹妹害羞，我等一下要带她一起去，谢谢。拜拜，我要去吃了，饿了，我饿了，我饿了。